dan abu dan naru kemawan datu subungan kan ina bali abali nalengau kemawan kantu ita turu kan aman kuiku akuiku kemawan kan aku欢迎收看《音响世界》，我是黄慧玲。来自南王部落的歌手浩恩，在2007年拿下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我们等了9年，将近快要10年的时间，终于等到他推出个人新专辑。今天很高兴邀请浩恩来分享他的作品《回游》。浩恩你好，慧玲好，大家好。浩恩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张新专辑，好不好？我们刚刚第一首 MV 听到的这首歌。OK， 我要先介绍我新专辑的名称叫《回游》。那今天。那个在旁边这莫名其妙的立板呢，我少介绍一位来宾，对，少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是他这次跟我一起制作这张专辑，对，这张专辑是以原住民语，然后再加上他来自夏威夷，有两首夏威夷的歌，我们一起来唱里面的所有的歌曲。那为什么叫回游？因为我们其实都在南岛语系的系统里面，所以好像就被比喻成有两条在自己国家各自吸收很多生命经验文化的两条鱼，然后我们在半路上很幸运的没有碰到流刺王，然后还可以见面，然后彼此分享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音乐所以才取名字叫回游。对，那刚刚那首MV 吧，是，我已经很久没拍 MV 了，叫做《成为你们的依靠》，这是写给我父母亲的歌，在这首歌的最后面，我放了悲男主的摇篮曲，对，那从小爸爸妈妈用各样的歌来哄着我们，我也听很多，我希望在他们老的时候，我也可以在他们床边唱着摇篮曲。一唱歌可以让他们心安，让我希望我可以来回报他们，因为我父亲已经不在了，希望我已经有一次后悔的经验，然后希望我可以快点长大，成为我妈妈、我姐姐、我的家人的依靠。好，我喜欢浩恩这张专辑，他在我一开始打开的时候听到的第一首歌，我就有一种这张专辑很开心的欢迎我来听。第一首歌叫做《请为我开门》，请为我开门。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这个跟部落也很有关系，对不对？有相当的关系。如果你在部落听到这首歌，那是欢乐100倍，比专辑里面的更欢乐。是是是，那是在我们跨年的时候，对，年轻的男孩子，不真的，我这种中古年轻的也要去哈。那我们就会挨家挨户的唱歌。这个是在卑南的部落里面，是一个每一年都很重要的日子嘛。对对，这叫普当义，然后我们后来把它翻译成报家音，有点像教会报家音这样子，每家每户去唱。在年纪里面的报家音。对，那我们会从晚上6点，最少要唱到隔一天早上7、8点才会唱完。等一下，晚上6点，对，唱到隔天早上7、8点，所以在这个期间，你们就是一直到在唱歌，每一家里面去拜访他，一家去拜访，那唱这首歌，这首歌是我们第一首一定要唱的，因为他们会等待，那有时候可能深夜哪怕不是深夜，都要把门先关起来，所以让年轻人在外面唱这首歌，那歌词很简单，就是爸爸妈妈，请为我开门。当这个门一打开了，我们就会冲进去。你看到那个几十个年轻人在你家客厅，又唱又跳，然后要告诉你说，今年已经
已经结束，新的一年已经来了。对，再怎么不好，我们已经把不好的把它拿走，然后新的一年的风就要吹进来啊。那也有很重要，要介绍年轻人，今年成年的。对，所以把它放在专辑的第一章，并不是取其欢乐的意思。是。那我知道这次出这个原住民的专辑，第一个大家会害怕的就是啊，听阿伯啊。其实我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很喜欢它的旋律。然后你知道喜欢的旋律，你就会很想要跟着唱，然后你也很想要知道你在唱什么。对。然后就会把它打开，就是好像我想要跟着一起唱。啊，它是主语。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我跟 Daniel 有尽到我们的责任。嗯，然后我们想要说音乐无国界，但是语言却是一种隔阂。对，但是其实听音乐它跟语言是关系不太大的，除非你是想借着语言来去传达你要的一个概念。对，那承载着语言这件事情是音乐，对，它才是一个很棒的传输器。是，所以我很高兴你有听到说啊，好想唱，很想唱，很想知道他的故事。对对，所以为什么一定要买专辑，不用串流下载？因为你答案在里面，里面有文字，有叙述。那我们因为太多原住民专辑会有那种使命感，我就一定要让大家了解我、理解我，然后要我是台湾的什么，以前的什么啊？我并没有想要做这种人类学家适用的专辑。我只想把我听过最美好的东西，这几年十几年听到的，我想跟大家分享。有一些是我自己写的，有一些是不同部落甚至不同族群，我也不想细细的多解释，因为好的音乐不需要被解释。然后我希望大家听了就是啊，可以哼哼唱唱。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理解背后的族群跟故事，哎呀，那才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对。其实我刚刚说浩恩这张专辑我等很久是真的，但是我觉得等很久其实是有价值的。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位 Daniel Ho， 对，他是6座格莱美奖的得主，浩恩有1座金曲奖，金曲奖6-1啊。听说啦，10座金曲奖也换不到1座格莱美奖。没有，浩恩1座就换他6座。对，所以 Daniel 知道台湾有原住民音乐以后，他们就试着尝试说，哎，如果把他这辈子会的东西加上这件事情，会发酵成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蜂巢唱片就找了大概10多个歌手，我们出声音，然后到美国让他去编曲。他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专辑是这样讲的，我不能老王卖瓜，因为他没来。他听到我的声音，他有很强烈的感觉。所以他在那些编曲里面，当时跟他合作的歌，他是编得最快的。那很荣幸我们合作的这张专辑叫吹过岛屿的风，我们入围格莱美。对，所以他就来台湾，我们就一起办了一个演唱。所以他们很客气说啊， Daniel 找你一起合作，你有兴趣吗？我怎么会没有兴趣？这么久没出唱片，我都已经快要放弃了。对，是放弃出唱片，但是不是放弃音乐。是是是，千万不要放弃，一个歌迷的角度。谢谢谢谢。所以当跟他一起合作的时候，这张唱片应该算是彼此成全的一个结晶。对。所以那首歌在讲雨滴，好像我妈妈思念的眼泪。那座山在那里，好像我父亲的叮咛就是不变。可是我呢，我怎么好像云啊，每次都只是来一下，暂停一下，我就要走了。我们都知道浩恩是来自全台湾金曲奖最密集的部落，南王部落。是，浩恩可不可以说一下你的这个音乐这件事情，在你的人生里面，因为其实有一些是先天带来的，但是有一些是后天的养成，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对浩恩来说影响你的音乐最大的原因是什么？你是说后天那些不良的影响吗？后天有哪些不良影响？你可以说一说。就像你讲，有一些是细胞里面的东西，那就没办法体验了，因为拿不出来给你看。但是从小，我家就在教会旁边，隔了一个墙。我爸爸是牧师。是。我听到最多的两种音乐，第一个就是
有西洋结构、西洋和声学的圣诗、诗歌，这是耳濡目染。对，然后又因为我阿公他其实在村子辈分很大，而且他人缘还不错，就常常会有一些亲戚朋友来往走动，所以他们就会唱歌。但在吃饭能吃饭吃吃吃，总不能一直客客气气啊，喝酒啊，这不是应酬，对，这是一个生活相处。所以当他们尤其是结束一天工作，他们会开始唱歌。这些老人家的歌声在我的耳朵里面，在我的生命里面的印象，是跟教会音乐一样重要。这是小时候影响我最多的。对，可惜，但是我们都不觉得那叫音乐啊。然后我们那时候长大就周华健，哇，才是音乐，赵传、李宗盛。一直到长大有机会真的接触表演工作，才真正去明白，才会开始去想，为什么别人看我们不一样，那为什么我们写出来的或者唱出来的，到底是什么在感动大家？回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母体的文化，它不为表演的存在的，唱歌跟音乐，这个才是真的。后来大家都说南网是金曲村，我想一定很多人会不服气。我们只是刚好密度，如果以村落来说，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讲台北整个都会才是金曲奖的大本营呢？所以说我们真是当之有愧。但是如果真是有这样子的好的名声，那个是我们的先祖代代传下来，让我们根本就是浸泡在音乐水缸里面，对，到处都有音乐。我刚刚节目开始之前问了浩恩，就是浩恩，其实你们部落真的很可怕，随便谁出来唱歌都这么厉害，然后你们吃完饭之后随便唱一个歌都是演唱会的等级。我就问浩恩说，浩恩你觉得谁唱的最好？然后浩恩就说，没有，其实年纪越大唱的越好，而不是我们台面上看到的这些。对，看不上。而且我们如果真的能够理解，就是表演用的音乐唱歌方式，它不等于是纯然的音乐，是它有的时候是要煽动你，有的时候是希望得奖，它是刻意编排出来的。 对，所以我如果要回到最诚实的，谁最会唱歌，谁的生命厚度越厚，他唱出来的歌那就是越感动人。很简单嘛，你越来越老，你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所以对我来讲，那些老人家也许只是轻轻的一句，那个都不知道是几十年他们生命在里面淬炼出来的情感。刚刚其实我们 MV 一开始的那一首歌，我觉得浩恩介绍的不够多，我很想请浩恩多讲一点，尤其浩恩今年结婚了，对，成为你们的依靠这件事情，对于浩恩来说今年格外有感触吧。对啊，这结婚顺便又带出来这样的感触。对，我其实在跟佳佳出唱片的前一年，我的父亲过世。我们什么都不是啊，也不过就是帮小军建年在旁边小的和音弹弹吉他，何况我那时候身体也不太好，所以当我知道我爸爸得癌症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慌了，那不知道会是要多少的花费，因为我们家就穷，所以直接会想到经济层面上的问题。我很幸运，他生病半年，那我在他身边就陪了半年，跟我妈妈，然后就很当下得到老板的认同，就把工作辞掉，就在我父亲的身旁回去专心陪爸爸。我们其实到处就医，我们也到台中，也到南投，然后最后到淡水马街的安宁病房，然后最后一站回到家，然后跟着我妈妈家人，然后看着他吐完最后一口气。我们虽然有用很够长的时间好好的道别，但因为我以前够叛逆了，爸爸指东我绝对往西，那我爸可能也不够聪明，他只要指西我往东可能就对了。在照顾他的那个当下，不要说经济的部分，你连帮他承担一丝丝的痛苦你都没有办法。
是他在面对他生命的关卡，对，那种无力感啊，都我说不上来，我帮不上忙，这件事情就已经够难过了。真实状况是没有能力帮忙，那就更难过了。多么希望就拉着我爸的手，不要怕，我把30年分给你。这很想这样。对，生命又不能备份，对不对？也没办法给他，看着他一点一点的消失，真的是一点一点的消失，从身形变瘦，从很多话到很少的话，从有呼吸到呼吸停止的那个片刻，我一直觉得我在失去他，我一直很懊悔，我没有在他还活着的时候，我有那个能力去孝顺他，去让他最起码在医疗品质上面是被提升，他不要那么辛苦，他可以因为有我在那边，好，那以后妈妈就给你照顾了。虽然他是这么交代我的，但他过世之后，我也用了很多年的时间，也很幸运出了唱片得奖。但生命起起伏伏，我简直可以叫我的生命叫大起大落。所以我的妈妈也替我分担，甚至身体也这样子变得更不好。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可以用1000句来讲我的懊悔，或者是形容当初的状况，可是那笔在那里，我的话就那么一点点。所以那首歌在讲雨滴、好像我妈妈思念的眼泪，那座山在那里，好像我父亲的叮咛就是不变，可是我嘞，我怎么好像云啊，每次都只是来一下暂停一下我就要走了。然后身为孩子看见父母亲越来越苍老，好像连拿个饭碗都已经知道他们感觉到饭碗的重量，所以对我来说，我希望我快点长大。然后当然现在目前只有身材长大了，可能各方面都还需要继续成长，我希望有一天可以成为爸爸妈妈的依靠，当他们回头想明天怎么办的时候，会因为孩子在他们不烦恼。对，所以我相信孝顺是一种福分。对，我当初也并没有特别要写什么警示语之类的，只是一种内心。但是我希望有更多人，我相信很多人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就是用歌曲来去表达我很多的懊悔跟对自己的期待，甚至是对自己的妈妈、家族、太太。如果以后有孩子，我也可以觉得我可以站得很稳，说不要怕，我给你们靠。对。我对于想念的定义很有趣，就是台湾很小，对，我们只要有公路的地方，我们几乎没有24小时到不了的。是，对，没错，差不多是这样。对，差不多是这样，十几个小时就我们就可以跑到司马库斯了。对，不大，不大，所以到底想念家有什么好处？你想念就回家。所以我对想念的定义很有趣，我就是想到因为里面歌词有讲到芒草花开，整片山谷就白了，那在这个山谷河谷变白的时候，就是悲男主的年纪要开始了，我立刻就可以感觉到那阵火，那阵烟已经开始在燃烧，我好像已经回去跟我阿公讲说，哎，阿公兄，我回来了。阿公兄，对，我阿公都叫我浩恩兄嘛，然后我就叫他阿公兄，那个我们两个平辈啊，然后就好像思绪立刻就回到台东，我好像已经看到我们家门口那个赖皮狗啊，晃来晃去啊，然后想念我的朋友，我的想念是有行动的，虽然是想念的歌，但是这么小干嘛不动？对，我的想念是很兴奋的，因为我想到我就要回去了。好，那我们现在先请浩恩帮我们唱这首歌。
所以我还蛮想要知道，浩恩，你现在有没有最想要做的事情？你的心愿，你最想要完成什么？希望有孩子啊，对，这是第一个的。嗯，就我已经没机会有爸爸了，那我希望自己可以当爸爸，整一下我的孩子。希望男生女生吗？还是希望都好啦，最好是女生。男生可能会跟我一样皮的话，我也是很头痛的。那再来一个，就是我很高兴，因为蜂巢音乐，因为 Daniel Ho， 我好像又有机会走到台前面去分享。说真的，我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认得我，或者是期待我呢。我很高兴，我很高兴，还有像你这样的反应，对我来讲是很大的鼓励。是，那希望明年可以很顺利的再把中文的创作再集结成一张。然后再发行给大家听。浩恩明年要出中文专辑，这么讲中文歌的专辑，对不对？中文歌的专辑，对，所以大概会是明年的什么时候？我希望是夏天以前。夏天以前，现在已经有一些歌完成了吗？我八年里面有在做什么吗？很多歌可以挑，太多了。但是会筛选，我觉得会以现在最想去说的故事。然后把它做出来。对，好，那我们希望浩恩这张也会受到非常大的回响，然后期待明年。谢谢。浩恩一定要连着两年带给我们你的新的音乐。哦，好，我努力，我努力，谢谢。谢谢浩恩，谢谢。